Hello， 飞机吗？可以进啊。好，这是最近你在做什么？我刚才健身的时候你不来拍，然后现在洗完澡了。结果洗澡就没有拍到。你要想拍也可以给你拍一下。好吧。啊，行。决定一下明天的起床顺序。无所谓，反正一个点。一共两批，一批2:30，一批3点。3点，但是2:30的有5个人，3:30的有两个，3点的有两个。对，所以说有两个幸运儿。5个倒霉蛋和2个幸运儿，这不能叫做倒霉蛋，就只能说，能五个第一批和那个两个幸运儿。对，所以就是说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怎么还往上掀呢？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4，你先说好，数字越大代表什么？数字就是你的起那个批数，前1、2、3、4、5就是，拿走了。等一下，你这个洗过了。你刚洗过了，不能这么搞。你要把一开始拿给我的那个样子再给我抽一次。那你没有先的啊？我不带先。男子汉大丈夫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谁先了谁是，谁先了谁是猪。来，张哥，你第3个起床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帮你，第3个取的。翔哥第3个。来，我复习张哥，来快。我还学猪叫，结果还是又抽了一张3，就我。天生就是第3个起床的命，对，就所以说挺好。好，明天早上见吧。好，拜拜。来，张哥，你在干嘛？洗澡。啊，不，洗完澡了。准备休息，咋了？张哥，你在干嘛？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累的，这时候想到明天早上还要起，这么早起床就更累。哎，说到早起了。来吧，我们抽签。现在还有6个签，还有4个倒霉蛋和2个幸运儿。倒霉蛋是2:30起，我的。然后幸运一点的呢是3点起，好吗？6个。我说第一瞬间会选择哪张啊？这就跟塔罗牌一样。原来我看到了，4。那就是4是取幸运，就是前五是2:30起。你没说清楚啊，你那个我不知道，我以为4是个幸运数字呢。不，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好，是吧？现在说清楚了啊。现在说清楚、数字，只要我抽到6就可以3点起，是吧？对，那我必是6。还有6、7，六和七。这样吧，我站起来。换一下。换啥呀？你不能透视，你怎么在透视？没有透视啊，我的感受。你知道，任何东西都是有气场磨合的。我觉得是这张，我真没看到。你们这个一跟四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区别。恭喜你，张哥。他抽了几次啊？他就抽了2次。那第二个是不是可以再多？算了，哎呀，1/5的机率，一就一吧，证明我又要拿加速王了。明天，可以，好，那祝福你，张哥，好，拜拜。Hello， 突击检查，翁哥。Hello， 你们在干嘛？Hello。来吧，我们想看看你们在干嘛？哦，文哥应该在练琴。刚刚练的时候在吃饭，吃完饭就没练了。怎么了？来干嘛？就是来检查一下你们在干嘛，突袭一下。检查一下我们的表，我们都等这么大要去检查。来，那我们决定一下明天的化妆顺序。化妆顺序啊，那谁先说？第一批是几点？第一批是5个，第二批是2个。第二批就是我最多晚半小时。是的。半小时也是半小时呀。也行吧。来吧，我们来抽吧，一块儿来。来吧。拿个纸抽一下，我推他。这什么啊？怎么是菜单啊？你看到没？4是什么？4，你是第4个。
前一到五都是第一批。什么？你是第一批？什么？一到五是第一批？什么？前一到五都是第一批啊？完了，就这个六。哎，我想当我是没看，我没看。哎，他拍了、哦，我真没看、啊。你确实没看，我确实没看。但是透视的，真没意思啊。但我也知道他是这样的呀。炫哥给他拿着，我来帮你拿。对，对。我啊，不是你转开臭，你最后一张给我压着，我怎么看啊？刚刚是哪个来着？五不行是吧？嗯，好，行，你是第二批啊，可以。嗯、我应该到第二个，我给你的七，你给我的二，你咋知道？看到了，你没看到吧？好，那恭喜耀文是第二批。来，再抽一次，抽。好，没有看到，开玩笑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打扰了。没看到怎么知道那是二啊？拜拜。来了呀？干嘛？我们要拍赫赫老师了。你们第一个拍的我吧？突袭，突袭，突袭，进。突袭。贺老师在干嘛？我刚刚在读普测的东西，本来准备去洗个澡。哦。一直没有。哦，你是不是要考试了？不考试啊，有啥事？就你就普通话测试。还不知道多久考。哦。咋了？找我什么事？突袭一下，看看你在干做什么。对。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吃完了。嗯。然后就是，现在还有三个签儿，决定一下明天的化妆顺序。化妆顺序有五个第一批，两个第二批，五个是一二三四五，那个两个是六七。六，六已经被拖出去了。我的意思是我一种这个态度。欧皇降临。我。嗯，恭喜你抽了最后一个第一批。耶、yeah.。其实也差不多吧，嗯，对，两点半和三点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？对，啊、就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辛苦了，何老师，拜拜，拜拜，嗯 ，Hello， 马哥，突袭检查，看你在干什么，看你在干什么，穿衣服了吗？啊，穿衣服了，还没吃饭，还没吃是吗？没事，边吃边聊。这东西是这么打开的吗？为什么打开的？你小心点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勾开啊？勾开方式有问题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粥。聊点什么呀？没事，就是来围观你在干什么，你就正常吃。我只是在吃饭。吃饭吗？吃了。这是一个粥，还有这是啥？啊，就是一个，好像是鳝鱼吧。嗯。嗯，这是丝瓜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还剩两个签，就是决定明天的起床顺序。然后一个，现在这里面的数字呢，还剩一个二和一个七，就是第二个和第七个。二就是第一批，七就是第二批。第七个，第七个。哦，第二批，恭喜。那你就是第二批了。我看他是第九。第一批。他是第二。第二个是第一批的。好，嗯，马哥，那你吃饭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好好休息。Hello， 丁哥，突袭检查，想吃饭吗？嗯，好吃不？好吃。刚回来，丁哥，给你一个男人的条。好了，那边，五十米辅料皮蛋瘦肉沙，不是那边，半面二。
这是因为你是最后一个落地的嘛，嗯，就是前面六个人已经抽完了明天的起床顺序，这是你剩的那个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随机抽的吗？请问一下。对，随机抽的。你要相信我的公平。那就这样呗。就是你是明天第二个起床的哈，两点半那批起。真自我爱，可以啊。好，第一批有五个人，第二批两个人。哇，哪两个幸运儿？让我猜一波。你猜一下。张哥。不是。不是。何俊林。不是。刘耀文。对。不会有个马思琪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因为马哥是在你上一个抽的。最后还剩两张，一张是二，一张是七。啊，他抽到了个七。好的，感觉。好，那你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好了，还有一个，好，这个是宋爽轩，你听话，听话，快起床了，化妆了。孩子都，我跟你说，快起床了。你咋没有起床啊？起来。耶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他在拍你不起床啊。起床啦，起床啦。哎呀，你别躺了，你不躺，你不躺，你不躺，你又躺下。快起。起床了啊、哦！嗯。你是第一个，棒棒。一直在转，想各种画面，像在讲，像在编故事一样，太活跃了。我现在上网查如何快速熟睡。躺着画。晚安。起床了。早啊，贺老师。早啊。走吧。走吧。哪儿化妆啊？走吧，前面。睡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贺老师来啦。五个小时转桌了。
他讲究，我忘了原话了，就是不要睡太久，五六个小时差不多，就是你的精神是就很有精神的，但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，到了啊，在这边啊，没事，现在应该没有老师控制你，有右边，哎呀，都困着呢，都困着。你不会没躺死啊？俩，我是新哥的。走吧，马哥，走吧。干嘛？嗯，不是，是前面。两点半，两点才开始。行。早上起呀。你啥呀？快点起来！化妆了。哎，刘总，我裤子都没穿。没穿穿。我先给他穿。然后剪刀，我去拿个剪刀给你啊。早啊，文哥。早。我就不想掉啊！我刚实验都不行。换衣服去吧。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做的，我操！真的。哎，停车场的戏。